大家好，我是《奇迹的女儿》的导演郑文堂。《奇迹的女儿》所在描述的是1980年左右，台湾很多离农从农村到都市工作的女性劳动者，她们所付出青春，然后创造台湾的经济奇迹的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去便所一次，嘛要靠一点钟，哪有这款代志啦？公共电视这20年来一直在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让台湾的很多议题以及在每个角落生活的人的那种真实的面貌可以呈现在影像上。他也培养了很多年轻的导演，这点是公共电视我觉得是他最重要最重要的，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请拨打捐款专线02-2633-9922，邮政划拨账号是19213335。